사람들은 상하시바디들이 사보냐가 마다야디 그러니 란디 류드 마니 사우다베 사우다베들이 산초스면 미나 그러니 류라는 나가는 생산초스면 민고래 이 매도 사우미나 되는 매도 인지 무슨 도과 연구요에 이 답이 추정 많잖아 이 사우무도 돌아가 온도요에 이 이제 내가 삽장제야, 노랑제야, 하자기지 뭐래. 그래서 사람 사기게 늘라고 말해. 무슨 양처럼 이 사람이 사람이 빨려.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忏主谢大众第十二。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以能生坚固性发菩提心誓不退还，此是不可思议智力，此心此智诸佛称叹，今日为生随喜，愿未来世复得遭遇，舍身受身，愿不相离。至于菩提，永为法亲慈悲眷属，今见此法机变成饕餮，至无其解，身乖其行，亲发此意，十足精于视听。然人为视众，令叹交心，若不资戒强因，而无以获圣妙之果。诚知谬造，心不忘善，既蒙念力，同为慈亲，仰屈大众，降得道场，时运不留。忽而垂脉，原形所牵，甚会难齐，当自克力，兼以利人，卓然排群，莫追后悔。法因今耳，功报弥结，一念之善，永得资深，一向一致，无怨不获。相与人人，个个至心，五体投地，皈依世间大慈悲父。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威德即灭佛，南无受相佛，南无多天佛，南无须夜摩佛，南无天爱佛，南无宝众佛，南无宝部佛，南无狮子分佛，南无极高行佛，南无人王佛，南无善意佛，南无释明佛，南无宝威德佛，南无德乘佛，南无觉想佛，南无喜庄严佛，南无相继佛，南无相向佛，南无众焰佛，南无慈相佛，南无妙香佛，南无坚凯佛，南无威德猛佛，南无诸凯佛，南无人贤佛，南无无边身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愿此道场同业大众广积法界一切有情，同一菩提心，同一菩提愿，愿从今日尽未来际，生生世世常为三宝眷属，同为智慧法亲，同为慈悲骨肉，同处修因，同处正果，因想相应，形影相随，庄严净土，历世诸佛同行同道，救护世界，接引众生，同力同作，
法身本无二体，心愿意同一致，三生四智同得圆成，八解六通同一自在，饶益将来同登正觉。总发大愿第十三。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又以今日忏悔发心功德因缘，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天主、一切诸天各级眷属，又愿先主一切真仙各级眷属，又愿梵王帝释、护世四王、神王神将各级眷属，又愿聪明正直、天地虚空、诸善拔恶、守护持咒一切神王、一切神将各级眷属，又愿妙化龙王、陀化提龙王、五邦龙王、龙神八部、八部神王、八部神将各级眷属，又愿阿修罗王、一切神王、一切神将各级眷属，又愿人道一切人王、臣民将帅各级眷属，又愿十方比丘、比丘尼、释迦摩那、沙弥、沙弥尼各级眷属，又愿阎罗王、泰山辅君、五道大神、十八御王、一切神王、一切神将各级眷属，又愿地狱道一切众生、恶鬼道一切众生、畜生道一切众生各级眷属，又愿十方尽虚空界穷未来际若大若小一切众生各级眷属，又愿若后流众生意愿戒者皆悉令入大愿海中，各个具足功德智慧，如是三界内外无穷无尽一切众生名色所摄有佛性者，众等今日养成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大慈悲力、诸大菩萨一切贤圣本誓愿力、无量无尽智慧力、无量无尽功德力、自在神通力、复护众生力、安慰众生力、尽诸天诸仙漏力、摄化一切善神力、救拔地狱众生力、嫉妒一切恶鬼力、免脱一切畜生力，令诸众生得如所愿。众等今日又成慈悲道场力、皈依三宝力、断疑深信力、忏悔发心力、解愿释结力、自庆欢喜力、踊跃至心力、发愿回向善根力，令诸众生得如所愿。众等今日又成七佛大慈心力、十方诸佛大悲心力、三十五佛灭烦恼力、五十三佛降伏魔力、百七十佛度众生力、千佛摄受众生力、十二菩萨复护众生力、无边身观世音流通忏力、愿力十方三界六道穷未来际一切众生若大若小、若升若降名色所摄有佛性者，从今忏悔之后，在所深处各得诸佛、诸大菩萨广大智慧、不可思议无量自在神力身、六度身正向菩提、四摄身不舍一切、大悲身拔一切苦、大慈身与一切乐、功德身饶益一切、智慧身说法无穷、金刚身物不能坏、净法身远离生死、方便身现自在力、菩提身随一切时成三菩提、愿四身六道一切众生皆悉具足如是等身，具足成就诸佛无上大智慧身，又愿十方一切众生从今日去在所深处各得诸佛菩萨不可思议功德之口、柔软口安乐一切、甘露口清凉一切、不虚口说真实法、如实转口乃至梦中无有虚言、尊重口示范四王恭敬尊重、甚深口显示法性、坚固口说不退法、正直口具足辩才、
庄严口随时随业普皆示现，一切智口随其所应度脱一切。愿四身六道一切众生皆悉具足诸佛菩萨清净口业。又愿十方一切众生从今日去，在所深处各得诸佛菩萨不可思议大智慧心，常有厌离烦恼心、猛力心、坚强心、金刚心、不退心、清净心、明了心、求善心、庄严心、广大心，有大智慧力，有所闻法，即自开解，此心向人，断诸怨结，住于羞耻，常怀惭愧，不计无我，同善知识，见有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之人，咸生欢喜，愿亲一观，心无骄慢，不说他人善恶长短，不传彼此和合分离，所言柔软，不出恶词，叹佛功德，要学深经，爱护众生，如己无益，见有作福，不行诽谤，慈心和合，犹如圣众，同诸菩萨成等正觉。奉为天道礼佛第十四。今日道场同业大众，诸天诸仙，一切善神与诸众生，有无量不可思议恩德，愿诸众生常保安乐，殷勤守护，为善侍从，何以知然？佛赐提头赖扎死天王，慈心拥护受持经，令闻慈悲名号者，犹如天子法成护。又赐龙王依波罗，慈心拥护受持经，如护眼目爱己子，昼夜六时不远离。又赐阎婆罗刹子，无数毒龙及龙女，慈心拥护持经者，如爱顶脑不敢触。又赐毗留乐迦王，慈心拥护受持经，如母爱子心无厌，昼夜拥护行住具。又赐难陀跋难陀、娑伽罗王优波陀，慈心拥护持经者，恭敬供养皆足礼，犹如诸天奉帝事，亦如孝子敬父母，慈悲道场施安乐，教诸众生解法亲，后生佛前入三昧，毕竟当得不退转。若闻诸佛名号者，又闻无边观世音，消除三障无诸恶，无眼具足成菩提，诸天神王念一切，恒加劝讲助威神。今日道场同业大众，诸天神王有如此恩德，护护众生，而诸众生未曾发心念报恩德，古人尚能感一餐之慧，遂舍命亡身，何况诸天善神、八部神将与诸众生有此恩德，此恩此德功无边际。我等今日忏悔发心，皆是天王密加神力，讲助行人，使心成就。若不加助，如是等心早应退没。所以菩萨摩诃萨每叹善知识者，是大因缘，能令我等登见道场。若无善知识，云何令我得见诸佛？投生不足报宏慈，殒命不足报身泽。菩萨摩诃萨尚至此言，况降思以下而无报答。大众今日既未能投海殒命，则应且行勤劳，亦是报恩之见。相与各宜增道运心，知恩报恩，不可随流自返无方。如前自庆，重遇为难，难得金果，复欲何待？失此一会，知更何去？唯当勇猛，忘身为物。事成有败，如春有冬，时不待人，命焉得久？念此一别，相见未期，各自努力，等一痛切，
五体投地，奉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天主、一切诸天各级眷属，归命敬礼，世间大慈悲父。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善世月佛，南无梵自在王佛，南无狮子月佛，南无福威德佛，南无正身佛，南无无胜佛，南无日观佛，南无宝明佛，南无大精进佛，南无山光王佛，南无施明佛，南无殿德佛，南无德聚王佛，南无供养明佛，南无法赞佛，南无宝雨佛，南无救命佛，南无善戒佛，南无善众佛，南无定义佛，南无喜圣王佛，南无狮子光佛，南无破有暗佛，南无照明佛，南无上明佛，南无无边身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又复归命，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愿十方尽空法界一切天主、一切诸天各级眷属，平等空慧，恒德现前，智力方便，开无漏道，十地行愿，各得增名，六度修心，四等广备，行菩萨道，入佛行处，四弘誓愿，不舍众生，辩才不断，要说无穷，善权皆化，利益四身，具登法云，正常住果，奉为诸仙礼佛第十五。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人各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奉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先主、一切真仙各级眷属，归命敬礼世间大慈悲父。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力慧王佛，南无诸月光佛，南无微光王佛，南无不破论佛，南无光明王佛，南无诸轮佛，南无释师佛，南无吉首佛，南无善月佛，南无宝焰佛，南无罗侯首佛，南无药菩提佛，南无等光佛，南无智极灭佛，南无世最妙佛，南无无忧佛，南无十势力佛，南无喜力王佛，南无得势力佛，南无得势佛，南无大势力佛，南无功德藏佛，南无真行佛，南无上安佛，南无提沙佛，南无无边身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又复归命，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愿诸仙主、一切真仙各级眷属，解脱课程清净圆障、妙色湛然等佛身相，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四无碍智、六神通力如意自在，出入游戏菩萨境界，等法云地入金刚心，以不思议力环接六道，奉为梵王等礼佛第十六。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五体投地，奉为梵王帝释、护世四王各级眷属，归命敬礼世间大慈悲父。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大光佛，南无殿明佛，南无广德佛，南无珍宝佛，南无福德明佛，南无造楷佛，南无陈首佛，南无善花佛，南无吉宝佛，南无大海佛，南无持地佛，南无意义佛，南无善思维佛，南无德伦佛，
南无宝光佛，南无利益佛，南无誓愿佛，南无美音佛，南无梵相佛，南无众师首佛，南无狮子行佛，南无南师佛，南无应供佛，南无明威德佛，南无大光王佛，南无无边身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愿梵王帝释护世四王各级眷属六度四等日夜增明，四无碍变，要说无尽，得八自在，具六神通，三昧总持，意念现前，慈悲普覆十方四身，百福庄严，万善圆寂，三达开了，天眼具足，为法轮王，摄化六道，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七。逍遥无碍，自庆当成，景元三宝是真因，相与一尊尊，普礼慈尊，奉报上天恩。南无远行地菩萨摩诃萨，南无远行地菩萨摩诃萨，南无远行地菩萨摩诃萨。初忏：七佛慈人，皈依者不堕十八之地狱，七具境界受持者更深化乐之天宫，唯愿慈悲证明单捆，就七具之异类作七宝之花台，愿垂无极之大悲，俯察有情之为恳，上来奉为求忏众等修从慈悲道场忏法，今当第七卷功课圆满，我诸众等入忏出忏念兹在兹，登然汇聚，贡献纯陀，金炉腾矮矮之祥云，玉竹吐黄黄之瑞气，钟磬响铿锵之法韵，花果成上品之家珍，贡献平凡，花成占卜，供养巍巍之善事，宣扬句句之伽陀，唱落落之玄音，赞熊熊之圣德，入默默之禅思，及种种之妙行，先生回向佛菩提，十圣三贤同正见，然后普资于沙界，四恩三友尽沾恩，出生功德，今为求忏众等，尽诸业障，获大吉祥。福愿七漏尽而七觉花开，心天朗耀，七界尽而七遮清净，苦海波沉，摧七慢之高山，了七情之妄想，获七财之法藏，度七趣之友情，化见树为七宝之香灵，变业地作七真之圣域，于业果以难逃，驱众慈而忏悔。梁皇忏七卷功德力，愿灭信人七之罪，清正菩萨远行地，忏文举处罪花飞，解了冤，忏了罪，消灾增福慧，龙华三会愿相逢，弥勒佛前亲受记。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梁皇忏七卷已全收，回向四恩并三友，拜忏众等增福寿，愿将法水洗千由，远行地菩萨唯愿哀纳受。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佛法浩瀚无涯，读诵大圣经典，既能开发智慧，更丰富生命。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
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就佛教徒而言，全素或纯素的意思完全相同，但是随着不吃肉的饮食风气在欧美开展，素食的界定稍有不同。对于因信仰而素食者，就产生很大的困扰。所幸政府明确定义素食，以及要求素食食品必须清楚标示，让全素或纯素回到传统中国佛教的素食定义。这几年，台湾素食餐厅多了一种选择，蔬食。可以知道，这是别于传统素食的素食餐厅。素食是相对于传统宗教素食的概念，避免外界贴上宗教色彩，主要是对非信仰的大众更容易接受无肉食的饮食习惯。因为有许多人为了健康、环保、地球暖化与动物保护等多元价值而吃素，所以素食和蔬食在人们心理上还是有所不同的。事实上，蔬食和素食的差别就只是蔬食者使用了中国佛教所禁止的五辛而已。